嗨，大家好，开心又与大家碰面，分享趣集卡。今天抽到的卡是这下面五张太阳卡的部分，抽到牌王，感恩四季季，感恩宇宙，感恩未来，感恩宇宙，感恩爱，感恩宇宙，感恩爱，感恩宇宙，感恩一切有了交代。太阳圣德导师。太阳卡的部分，这一张卡给自己的提示就是尽情的感恩，一切要谢天。在此时此刻风雨交加的时间里，真的是要感恩天地的视线，已经有讯息来告诉世人不可以再堕落，自己要看得懂，因为天灾不断，人心险恶，就是天灾不断，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将爱与感恩快速的给广传。超级生命密码的秒秒感恩，秒秒爱。第二张卡抽到的是生命我主。丰盛卡的部分，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主控者是自己，一切的局已经改变了，只是你要不要把握而已。当自己能够把握此一契机，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经不再是神话。太阳圣德导师。丰盛的光这一本秘籍当中，对应的是幸福的发射群元。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钱财是从外面赚来的，但赚钱有时是有心却无力，探其原因，源头点是能量流的问题。能量流与每个人分秒息息相关，当欲求财富具足，生活或生命丰盛之际，绝对要有能量流的观念，不要一直期盼别人对自己好。当明白能量流能量场的关系，了解贫穷或富有竟然可以在刹那间因为逻辑的转变而让今生无悔灵命成长，当所有的境自己都能够做主之际，就会发现原来生命中的一切皆原本皆具足，且达到自己一直希望达到的火候。但是因为却过去的许多理由将自己推开，与原有的主题渐行渐远，在这一刻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要慢慢将自己开始调和。因此明天一切幸福的发射群元就是自己，同时必须要清楚的了解到自己的重要性，能够为天地做见证，为天地分忧解劳，并让天地看到期盼中的世界大同。抽到这张卡真的是意义深远，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第三张卡富有卡抽到的是要有改变的勇气，想要改变就必须穷则变，变则通，时刻为自己的下一秒钟的成就努力，不要一边抱怨现况，一边抱着连续剧不放，到处讲是非，这些无谓的浪费必定会在不知不觉中耗掉自己的人生。太阳圣德导师。生活要察觉自己分分秒秒讲话是不是有必要去讲，有必要去聊天，这个部分分分秒秒就在这当中，不小心浪费掉很多自己的人生，所以谨言慎行，弟子规一定要好好的加强落实。第四张卡抽到了德香卡，注意言行，没有一片雪花会落错地方，人生中所遇到的人事物对应其实都和自己息息相关，因为每一个心念或言语都在影响自己与对方之间互动的作用力。太阳圣德导师。言行与对方谈话，这都是一个讯息场，会影响自己作用力反作用力，所以谈话一定要相当注意。
周遭的人事物都是一个讯息场，能够了解这个观念，自己渺渺察觉自己的言行举止，同时自己的起心动念在哪里，这都是要好好的去注意的地方。第五张卡抽到的是尽速调整，为了拥有足够的福分，必须要尽速将自身的身心灵以及行住坐卧做一些调整，让自己朝向正确循环。太阳圣德导师调整的速度要加快，所以今天抽到了这五张卡，要尽情的感恩，同时观念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这是知道，但是要做到，同时改变自己习性当中少讲话多做事，还有言行此时此刻与人互动起心动念各方面。非常感恩今天牌卡的提示。接下来今天跟大家分享邀约即将我们下一场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会在哪里呢？往北新竹场5月26号彭源婚宴会馆新竹馆，新竹市东区光复路二段151号，下午2点到5点。要把握机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超级生命密码的殊胜，而且一位难求，所以恳请有福气的朋友可以赶快来邀约共襄盛举，为自己的人生，为整个台湾的社会，为整个地球尽一份力量。祝福大家晚安。